我们一样冒险，只是更热血。我们一样玩中国，只是更酷手。边吃边玩是我们不变的信仰。世界还是那么大，但是新玩法更多了。就连老外们爱呆玩，一起来当个爱玩客。9月26日起，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，带着你的行李箱出发吧。我们一样冒险，只是更热血。我们一样玩中国，只是更酷手。边吃边玩是我们不变的信仰。世界还是那么大，但是新玩法更多了。就连老外们爱呆玩，一起来当个爱玩客。都会台10点线全新组合，5个爱玩客带你吃完全世界。各位新疆的朋友们，自由发挥来了！酷手双人组在中国自由发挥。你如果这时候把它吃掉的话，你一辈子在我心中都会是个 hero 哎。吃着是不是很健康？长点。老爸，你要用吸的，看出你整个嘴吸到奶上面。留点给我们喝。好吃吗？味道来，等一下。周二，型男厨师詹姆士边吃边玩边做菜。我是爱玩客詹姆士，我在三立都会。好食，是啊，就好食。这就是我来讲的全球独一无二金花虾串冰。串冰。我的妈，还蛮深的。周三，台湾男孩冒险王维毅热血玩世界，喊各国人交朋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水流好急哦，需要下来推船。我是一只鲑鱼，逆流而上。哎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跑不快。就是爱台湾的土耳其帅哥吴凤带大家去户外探险台湾。我是30岁，第一次看到活着的花枝。天哪、！What is that？ 这是真的 very big。这个是台湾海峡，这个是台湾之光。周五，台妹廖以乔告诉你用最新奇的旅游方式玩世界。现在要住人家家里哦，我第一次沙发冲浪，有点紧张哎。Make sure you get some of the green onions。老外来教我吃中国菜。好假。好假，呀呀呀！可以学着两个，左边会打浪水，右边会打浪水。要开始了，碰碰船降落体验。住在深海的大风里，里海绵宝宝。我爱呆玩。啊！不相信。疯狂一只。玩在工作，爱在生活，我就是。爱玩客，带着你的行李箱，和我们一起出发吧！都会台10点线全新组合，5个爱玩客带你吃完全世界。9月26日起，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3频道，带着你的行李箱出发吧！行李箱，和我们一起出发吧！三立都会台10点全新旅游系列即将推出。